他们要干嘛？哇，好多只啊，好可爱！哦，他们在迎接喷火龙。喷火龙刚刚在跟怪恶龙打架。好帅哦！小火龙的英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史莱猫，欢迎回到 New 宝可梦随乐派第14集。今天我们要前进多隆火山进行宝可梦的生态调查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七系青鸟欸。不是哦，太好喽！吃个水果啊，不赖哦。Nice timing！ 哇，更新了，七系青鸟。哦，始祖大鸟，四星啊！吃苹果是四星啊！哇，分数比较低耶，之前的比较好。好可爱哦！啊，我快没照片了。这张一定超高分的，5000分啊，好爽啊！小火龙好可爱。好可爱哦，太萌了啦。吓到的样子，来啊来啊来啊！很凶哦，而且还不吃哎！赞赞，4700分，超好拍的小猫怪，叠剑鹰。二星啊，可以突破吗？哇，又突破记录了，超帅的！滚动龙龙石，欸，这样有4000啊！踢到小拇指啊！4400分完成了，始祖大鸟。哇，挑衅欸，这张是抓屁股来挑衅怪恶龙的照片，3500分，完成委托。来啊来啊来啊！哇！他吃苹果了，有人苹果这样吃的吗？超粗暴的，而且好像没有吃到啊，掉出来了，赞赞！哇，猎剑鹰直接扒小猫怪的头，欸，好可怜哦。
我去找妈妈。好可爱哦！赞赞，小猫怪可爱，回到妈妈身边。应该有拍到吧？闪现过去啊，太难了！我真的觉得我太厉害了。又更新啦，4500分，太神啦！这张超完美啊，超美的，我超满意啊！太帅了，这样对吧？给我高分啊！有了有了，4000啊，赞赞，超帅的，存起来好了。哇，吃了，太好了。好帅哦！拍到了！哇，爬岩浆瀑布啊！龙龙石的4星，太好了，有钻石啊！纯情猫的4星也是钻石，透视眼啊，还有龙岩虫的4星啊，哇，只有3250，哭哭，角度吗？超多小火龙的，他们要干嘛？哇，好多只，好可爱！哦，他们在迎接喷火龙。喷火龙刚刚在跟怪恶龙打架。好帅哦！小火龙的英雄，小火龙的4星，哇，4500分，赞赞，好可爱啊！然后是喷火龙的2星啊，哦，也进步了，好棒哦！这样我喷火龙都集完了耶。哦，站起来了！煤炭龟4星啊，也有4000分啊，好爽哦！おめでとう。哇塞，这张好清楚哦！打坐中，请勿打扰。好帅！是呀，破4000了。龙岩虫爬瀑布，龙岩瀑布。哇，这个还可以破纪录啊！4700分。好帅啊！哇，这样也有4200啊，角度应该不太好啊。
没有正面啊。很凶啊！超凶的火伊布会有几分呢？噔噔噔，4600分，赞赞！哇哦！好帅啊！喷火龙，好酷哦！原来可以这样玩啊！哇，打起来哦！怎么喷火龙不想理他、啊？打嘴炮而已吧。喷火龙喷出来的瞬间，分数超低的，不过完成委托。全部都是火啊！这张照片会高分吗？拜托啊，高分一点啊！哇，5000分！我就知道这张照片比左边那个全部都是火焰的照片还好啊！是呀，好可爱哦！熔岩虫，二星，也破4000了，赞赞！还有火爆兽的一星。猎剑鹰哎，他吃了，好萌啊！再吃一个，哇，生气了，不能打到他、啊，哇，飞走了，拜拜。这张不错哎，赞赞，4000分。过来过来，赞赞，好可爱哦。最重要的是七七青鸟啊。4800，赞赞，好帅啊！我太神了，刚刚的拍照技术太神了啊！哇，他要干嘛？哇！好帅哦，踢火焰哎！再一次啊，再一次！帅炸了！哇，破纪录！可是我只看到一团火啊！好啦，只好选分数高的了，虽然都是火焰啊。好啦，接下来我们去泥光点玩玩吧。哇，猛火猴欸，他们在对话吗？有够帅！欸，是猎剑鹰欸。
太帅了吧！哇，我好帅哦！好神圣的感觉，我照片快没了。欸，到终点了，他们过来了。哇哦！好帅哦！他是在跟金奇花对话吗？他可以跟植物对话吗？好神啊！哇，这张竟然比较好哎！爆炸的画面，5200分，大小比较大。还有猎剑鹰，哇，竟然也破纪录了！后面有一只火神鹅啊，超赞的！哇！原来还有另外一种四星照片啊！哇，破纪录啊！这真的是两只火神鹅在对话，哎，好帅啊！5500分。那火山的探索我们就玩到这里喽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史莱猫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